今天一位粉丝寄给我一根牛角，他说这头牛陪伴了他们家十多年，就在前几天耕地的时候倒下了。他对这头牛感情很深厚，想给自己留点念想，无意间刷到了我的视频，他哭着联系我，就想让我给他做把牛角梳子。当他让我做的时候，我没有丝毫的犹豫，起码他的心灵得到了安慰。做完之后，我给他开了视频，他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我没有和他收费，因为我就想帮帮他而已。很多人经常说我帮助别人做梳子是不对的，也有人说我是对的，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到底是对还是错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我不醉不罢休。东边我的美人，那西边黄河流。来呀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。愁情烦。